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张立文哈张老师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哎，多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台湾民政府这个大家庭哈。安尼，我来台湾民政府嘛要两年外啦，那有这个机会哈，会使做一个讲师哈，讲讲台湾民政府哈，足好诶，哈，诶，迄个咱的法律，啊，讲咱阿伯的制度哈，诶，甲大家甲大家互相来研究啦哈。啊，我嘛是初初啊吼，我诶，江苏嘛只一年话，啊，那阵我阁有讲唔对，也是讲甲较袂较好着吼，啊，大家咯互相拍拼啊，来求进步吼。啊，我今日要讲诶，迄个题目就是吼，创业思考甲提案诶制度啦。因为恁是初级班吼，可能拄开始讲这话题吼，敢若有一点仔深。但是吼，我甲你讲哦，你初级诶吼，就是爱为迄个咱基础诶开始吼。啊，我相信大家去外口拢有。家己迄个工作的迄个经验吼，啊，甲吸收学校的即个较好的学分，啊，我希望讲吼，借着我家己捌的物件吼，啊，甲大家吼，一起来进步安尼啦。啊，我是这么，迄个北京语甲迄个咱台湾话吼，安尼来讲吼，啊，我今仔日要讲的即个吼，就是讲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有想讲有啥物创意的迄个苗无？刚刚讲那个种田那个苗啊，埋到你这个脑筋哦，像一个窝。你要什么说？肥沃啦，或者说你认为自己还不足，好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哈。你怎么种在自己的脑海里哈？啊，这个英文就是讲 creative thinking 嘛 ，thinking 这个动名词，正在进行嘛，对不？所以恁其实恁头脑内面，甲多甲人开讲讲话，绝对拢有你的思想在内面，那是你埋在你的脑筋的土壤里面。啊，你是要安那个剥个剥出来？啊，因为你来台湾民政府，吼，阮就遮最好的肥料哦，吼，都帮你们就把你们的那个苗开花结果。卖讲你本来就有这个苗，啊，在你的脑筋内面，结果你搞了迄个西巴，咱讲个歹听啦，迄、那个国民党也是讲迄个中华民国，因迄体制内面，甲咱迄个咱个苗无，我可能嘛无发出来，啊，根本就无种落去。所以我希望今仔食。大家互相来研究，来求进步吼。啊，我啊过来讲吼，啊，你有一个较好的这个创意吼，了后呢，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迄个地下的制度出来？就是讲了，你譬如讲你要煮菜对不？有你的材料对不？吼，有食材对不？啊，食材你是咪爱搞落去鼎去煮，欠芳对不？啊，咪啊煮到一个好的青草，啊，要芳哦，大家食，大家会使食会散开呗。这个一连串的吼，它是有相关的吼。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outline 哈，就是吼，有这个五大迄个体制，吼，迄个主题啦，吼，主要是讲吼，创意啊，创造了啊，甲迄个执行的迄个力量，吼，啊，你是要哪来了解家己有这种你的苗，你的迄个芽要种在你的脑筋，啊，你是安哪会使甲拔出来吼？啊，过来啊，当然有咧脑筋，袂使讲干咧脑筋尔，我拢咧想尔，啊，结果我拢无甲。迄、那个展现出来，吼、哦、啊写出来，吼、哦、啊提供大家互相来迄个检验嘛，是讲互相来讲爱，对无？啊，提出较好的迄个提案出来无？啊，这就是爱有一个训练。啊，我要讲这个心智图，吼、哦、啊，我嘛是讲大概啊，因为这嘛只深的吼，我家己嘛咧学习。啊，过来讲，你要安怎分辨是非对无？即卖媒体是毋是拢甲人拢封锁？我也无是中国媒体，拢一讲讲来报黑。啊，无你知影你的真相？吼、哦，啊！你要安尼判断，啊，过来，咱踮即个中国的即、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的中国教育，产生偌济一寡迄个粪扫思想，啊，甲迄、那个讲，甲人迄个搞，咁讲塞下物件一直搞一直搞，啊，你毋知影讲正经的事实是啥物？我希望大家爱跳脱一个迄个中国思想，去思考每一件代志，一定爱跳脱出来吼。哦啊，搁一个管理好诶，建设一个管理好诶，迄个理念吼，啊，甲观念体系吼，啊，来为咱台湾民政府开始有一个好诶体制，啊，来领导咱台湾吼，啊，咱台湾也拜落才有前途诶，吼，啊，这是我要讲诶大概即个五个主题吼，好，大家先即马先想看你是虾米人，你即马静静的想，跟着我的频率吼，啊，想你即马你是虾米款诶人，你是怎样的人，啊，你要怎么塑造你自己成为怎样？的未来，你现在静静的去想哈。我今嘛先来讲这个生物论哈，啊，甲大家大概讲一个这个理论的物件。这个达尔文大家拢知影嘛，物竞天择对不？
好的基因，很棒的基因，它要经过跟人相拼了啊，输的就譬如这个麒麟鹿嘛，要跟人去吃的树，因为伊红棍爱遮长的，才会使食落迄个遮悬树木内面的迄个树叶啊，对不？安尼只嘛，迄个基因也无够遐优秀着，安尼变短颈鹿嘞，人是迄个长颈鹿对不？啊，食袂着毋是死去，迄就是基因嘛，大家来拼，拼大家基因好的都留落来嘛，这就叫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大家拢知道啦。但是其他的理论大家有了解无？咱除了基因占我们一部分，啊，但是呢，难道这样就算了吗？啊，拼袂赢人，我都跟人安怎成？叫跟人安怎都变成讲啊，大家拢是。拢无讲啊！你感觉自认个基因无好了，就退缩了吗？还有其他的理论吼？咱来讲迄个 Skinner 的意思，就是讲吼，咱突然面对吼，譬如讲这个婚照嘛，伊看到一只好食的物件，啊，你嘛看哦，你思考你家己，你看到一项物件，你嘛要得到，啊，你要用啥方，还是讲你有啥物迄个问题，你想要解决，啊，你要用啥方法来解决？你是毋是头壳感觉来运作？吼，刚才这个婚照伊嘛咧运作讲啊你。我都无法管着啊，吼！啊，伊分家嘛，伊得龙啊来嘛，袂当背嘛，吼！啊，伊就想讲，伊就咧想来想去，这是一个影片，迄、那个分家看见远一个物件，就想来去了，啊，歪来歪去，他有肢体语言，啊，其实伊肢体语言反映伊的思考嘛，啊，就是啊，正歪倒歪，啊，安尼勾来勾去，行来行去，啊，又看到这个宝丽龙做的这个砖啊角，咱看的是干啥砖啊角，是宝丽龙做的，啊，又想讲，啊，来分牛一个。啊，徛伫倒啊，即、這个距离，伊要哪会使得到即、這个迄、那个食物对无？啊，伊就用伊的嘴、迄个嘴嘟嘟迄个尖的所在，啊，甲伊安尼刷刷叮当，刷了讲啊，伊拄啊适当的即、這个迄、那个距离吼，啊，会使食到即个伊的食物。即个讲啥？就讲上咱需要的物件，甲咱要解决的问题吼，咱有初初开始拢很盲目，吼、哦、碰撞，哎，怎么跌倒，吼、哦、啊？譬如讲，咱骑客轮车是讲学赛车，嘛是拄啊开始会无熟，就袂弄来弄去。后来你知影安那撇步了，你就不会再盲目了，你就会第一选择那个方式嘛。这个意思讲，拄啊开始，我啥拢袂晓，我就啥物扑隆讲安尼。但是了后呢，你有家己的思想，你起来了后，你就知影哪解决。吼、哦，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吼。啊，过来这个意思，这个吼。即、这个迄个巴博的生物意思就讲吼，你拄啊开始碰到迄个状况，你第一个反应是啥？哦，譬如讲，车要来，啊，你知影车来会弄落家己对无？你就会动，吼、哦，还是讲你烧的物件，你手落会救你来对无？迄、那个本能的反应，啊，本能反应是咪怪讲去基因？我甲你讲，基因有一部分是，但是主要是讲你安那平常时你咧学习了后学。学个了吼，啊，你就变成你家己的，你就累积自己的实力。你每次碰到突然的状况、突发的状况，你就知道什么机制去做了。要写你本能，你就是马上的反应。一切的学说的是马上的反应，他马上脑筋就有一个回路。啊，但是不是一种的回路，因为你已经建立一种叫最种的回路。啊，你若碰到困难，你就知道怎解决。伊的理论就是安尼吼。啊，过来，这个。那个格雷高这个生物理论是讲啥？是讲你一直不断的学习，对不？你用你的文化，譬如讲你用即卖语言，吼，啊个这个，你的迄、那个语言了后，个你文字啊，不断去学习后，你是毋是爱个创作，个爱发明，啊，是毋是个适应，啊，个变化你本来学习的这个所在，就是讲你初来学习，啊，你个表现家己会使适应。信了后，你阁会使比阁较好的意思，迄就是讲，你有先天的你的迄个基因引导无唔对，但是你后天、你后天的学习，后来学习才重要的。啊，你若讲你有战斗力，你有拍拼，你就会使不但你会使活阁较愈啊好，啊，阁会使阁适应，啊，阁会使改变伊。哦，伊的理论是讲安尼，就是爱大家拍拼去学习物件，啊，去改变伊。还是讲造化，啊，是使这个环境如何的意思吼？这个是这个也四大理论吼。你啊去上课拢会讲这个最主要的四大理论啊，但是大家拢敢知影达尔文尔，敢若讲基因决定一切，不尽然吼。哦，今嘛是要讲吼，在大脑的迄个过程当中，大家拢知影嘛？大脑有什么
迄、那个顶叶啦，吼啊枕叶啦，吼啊额叶吼啊伫倒啊负责啥物？吼啊，我即要讲互大家听，我即马咧讲话，大家是毋是咧接受？用迄个耳啊、目睭啊看到我，你要接受我即要讲的啥物物件？接受了，你是毋是甲存到你的脑筋里面？啊，你再分析我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要吸收一下？可不可以接受？啊，再来甲控制，你要安尼表达出来。要表达出来对不？要控制，控制了后，你吸收我的物件，我要讲出来。你是咪要用你的语言，还是讲你思考的点伫倒？啊，甲你，譬如讲我这图片哦，大家看，还是讲影片哦，大家了解，你就知道我要表达是什么，都是大脑五部曲嘛，吼。啊，过来，你知影大家知影无？即、這个咱大脑运作过程哦，有分迄个咱个左脑、右脑无？一般是安那啦，你是惯用右手的人吼。伊是伫左边吼，这边左脑比较发达。啊，惯用左手的人吼，啊，就是右边的大脑比较发达。那右边跟左边有啥无共款？假使有咧讲吼，即、這个吼，甲右边的吼，右边的即人就是讲吼，伊较有迄种思考啦，就是会有一些思想，吼啊，一些创作啦，吼。啊，那右脑啊，左脑即个所在吼，这边的人啊。是讲较属于数理方面比较会啦，吼、哦。人即马吼来看一个影片较趣味的吼，大家来感受一下，讲大家你到底是较左脑偏向左脑还是右脑？啊，我们放一下影片吼、哦。我放影片也是要让大家强化吼、哦，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吼、哦，也要树立在讲话的内容里面你多了解自己，啊，你要怎么去开发自己？因为它影片很快，它要你了解你是你的肢体语言，你习惯的去判断自己是属于怎样，左脑还是右脑，有待开发了哈。我是说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这个影像可以向右向左，每个人看的点不一样。定是个乱的，还是个情绪秀的？这左右脑都呈现不一样的反应哦。啊，你是下个精致，还是安尼乱的？吼、哦。右脑是讲吼、哦，你该属于思考型的啦，比较有些创意的想法也多一点点。啊，那左脑人就是讲嘿。逻辑方面啊，数理方面很强。那假如说各占一部分，就是你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也表示你也有待开发啦，吼。啊，咱看个假，啊，咱较了解你家己无？吼，我较了解。即马哎嘞，我是讲，遮的人吼，有较惯用左手的人无？一般人拢是惯用右手的无？吼，咱过来继续看吼。啊，我即卖要讲的这个图片，意思讲吼，一般啦，咱也无去刺激到，咱拢是安尼点点啊咧过啦，吼，咱拢是安尼，这个是 no response， 就是讲，啊，你要安那达到这个戏的定位，啊，你伫遮，啊，是毋是还有一个物件甲你 push， 这个红的所在表示讲，伊已经有传达过去啊，吼，有 action， 吼，伊有传达过去是，因为 B 也活化这个 A 的定位。啊，伊就去传达到 C 了，因为咱一般拢是安尼 ，no response 嘛。你一般生活拢安尼就朝九晚五，嘛无特别的要学啥，是讲无特别的刺激。你就一般过一般人的生活对无？啊，若讲你要愿意打拼，有一个迄、那个甲你 push 的迄、那个定位，迄、那个力量出来，你就会达到 C 的定位，你就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啊，你已经达到这种效果，你以后再也不需要。其他人给你 push， 因为你达到一个境界了，你已经 push 到一个新的定位了。譬如讲，你即马，你嘛咧朝九晚五，你阿袂熟悉台湾民政府进行，你是毋是？还有人云亦云啊，啊，伫即个体制内面啊，啊，就甲迄个因的文化，中国中华民国因的文化，
去顾来顾去，顾一寡啊有诶无诶，迄、那个杂、迄、那个歹诶物件。吼、哦，啊你来咱台湾民政府了后，伊甲你 push 一个新诶物件，互你刺激你诶迄、那个、迄、那个脑部，还是讲你诶信仰，还是你诶生活诶想法，你就达到新的定位。以后你再也不需要别人去对你哦讲太多话，或是对你都不需要，外界都没办法影响你，因为你已经到最高级了，你就有这个能力达到西的定位了。所以这个力量就是大家爱行出去的。哦、我是安尼比喻吼、哦，啊，我今麦要和大家思考讲，咱啊要了解你自己吼。哦要了促成咱是虾米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环环境叫影响的，还是你背景的迄个知识？比如讲，你即马当么好好，你读了啥？爸爸妈妈教你啥？学校老师教你啥？还是讲你家己本身去学习啥物件？啊，这个环境，啊，你是住咧台地的隔壁，吼？还是讲你敢住即个读书的隔壁？还是讲恁啥人做官的厝边？你形成的你是不一样的。啊，他造就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嘛是无同款的。好，啊，我不要大家看两个影片，啊，你来判断，你得你的环境背景知识形成的你，你有这么有没有这样的潜能？啊，你有没有观察力？吼，啊，形成这样的潜能有没有观察力？你要能不能你能有这个毅力跟坚持，你就能够成为你自己具有这样的特质的人。那咱先来看这个影片。我这鸦片拢遮趣味的啦，大家吼，尽量来观察一下吼。伊讲，啊看，失去为啥迄个六个面来变成五个人啊？六个人变成五个人。啊，你看到底伊破绽伫倒？大家人对无吼？六个面对无？啊，为啥变五个人？来，我们停格。有人会使甲我讲袂？其实我嘛想遮久个啦，还有表示你自己脑筋里面种下那个苗，对不对？能不能让你去判断，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判断？其实他们都运用很多的手法，你甲看嘛，因本来就是五个人嘛，你来看叶斌很完整的嘛，你完整的五官嘛，对不对？完整的这个人就是只有五个人而已，好，那他要用其他的帽子啊、眉毛啊做那个假象。让你错认是六个人，啊，就是让你判断嘛，来这样切掉，就是让你大家知影讲吼，媒体也是利用这样子啦，啊，本来熟悉就安尼，你个要甲创到讲吼，哎，奇怪，那变去无物件，人个变这个实在物件咧，好，啊，我们把它切掉下一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影片哦。啊，你要注意观察力哦，注意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它的破绽在哪里 ？Welcome to the missing piece. This simple demonstration involves the Quirkology book cover. 看影片里面有手法。I've created the world's simplest jigsaw by cutting it into four pieces.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and number four. 有细品。Four pieces that fit into the white rectangle on the table.Now the more observant of you may have noticed there's an extra piece at the front of the table. And what we're going to try and do is fit that piece into the jigsaw. Watch. And now when we reassemble the jigsaw, something rather curious has happened. A huge hole has opened up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that is the missing piece. 好，到这里。好，切掉。请问有人会使甲我讲答案没？你有没有观察里面做了什么变化？有没有？有人会使甲我讲没？啊？你可以大声说出来啊！答对了，我跟你讲吼，这就是训练你，你有平常时你有去思考啊，你有去观察不？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很容易就的破绽，但是呢，在我们形形色色。的社会里面有这种若干的状况，你能不能把你那个观察力哦，把它放大？你想嘛，大家都知道很非常有名的影片，什么柯南的判案啊，或是什么什么那个侦探片，
啊，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他们所显现出来的现场里面的那些痕迹，哈、哦，啊，抽丝剥茧去把它构思讲啊，这个到底凶手是啥人无？还拢是安尼啊？所以你有这个观察力，你有这个能力，训练这个能力，你就有去判断，哦，可能那个。你要去处理你的法官要处理一些案件，哎、欸，你也知道怎么去判断了，因为你有观察力啊，一毛肢体语言啊，显现出来的一些破绽你也发现得了，哎、欸，很棒哦。啊，我们再真正来了解，现在台湾人最大的诟病是什么？哎、欸，真的应该在去年以前呐、啊，大家拢在点点在担讲啊，这个政府要甲人安怎变对不？直到说大家知道有那个洪仲丘嘛，还是讲我们。大家意识到这个，这个政府对咱台湾人的影响已经走向负向了，所以他要走出来，所以变成说，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要等着，好，你等着啊、哦！我不要管政治，那政治就来管你，那卖出政治，大家拢甲你讲卖出政治，啊，你都好政治惯啦，你有什么怨言？大家要来愿意来台湾民进党，表示呢？咱就是爱插政治啦，插政治，介管好咱台湾人，咱台湾人的未来是掌握在咱的身上，那会使去让这个外国人、中国人来给咱掌握嘞，对不？咱有家己的思想啊，咱有家己的理想啊，为甚物要让伊体制内面啊，给咱乌白母？所以你有想要改变无？别人在危险时阵，你有想要救伊无？我知影啦，这做诈骗提床，什么金光党啊？啊！甲你诈骗啊！我著惊讲哦，你假车祸，我著袂当救伊，我惊伊讲搁叫伊安尼，变成长期以来拢用这种诈术，吼、哦、啊！投机取巧，我都当搁会讲吼，后一节搁会讲，变成大家拢无相信，大家拢无要愿意帮忙，无要改变啊！伊的死活跟我什么关系？但是大家想我清楚，那变成你的家人，还是讲你家己有想予人要甲你救无？你若危险的时阵。大家拢自私，大家嘛惊讲你甲骗，啊，就变成讲啊，我拢卖去插别人，啊，轮到你都正经，你都学游去啊，啊，所以咱个道德勇气，咱个拖出这个咩啦讲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这个枷锁你知无？伊敢那金钟罩，你给你铁布衫，怎么给你罩住？你逃不出他的，真的是他的瓮里面的这个一个囊中物呢？怎么会这样呢？台湾人有比较笨吗？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吗？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吗？你没有思想跟创意吗？所以我们要改变。我刚刚说的，你们就来这边，就像 B 电位 push， 你就到 C 电位了。啊，拜你无免别人甲你安怎，杀你家己都会晓啊。但是你必须要有勇气，要了解你的生活需要改变。咱台湾人的前途袂使阁像安尼要七十年。和这个中国的体制内面，把人吞打，所以大家要勇气。你袂使讲不爱改变，吼、哦！啊，你一个不爱改变的人，讲我天上掉下来，台湾会更美好，那有可能？啊，你都无要改变啊，大家无要插政治嘛。我是讲插政治吼，意思是讲你要建构台湾未来一个很好的体制，未来的子孙，不是说我们要特别有利益，想要得到什么才来台湾民政府。我们是为了台湾未来，还有你的子孙的幸福着想哦，所以我们不要被动等待。好，我过来，大家我拢只爱讲一个故事吼。啊，为甚爆肝是我？工人对老板讲嘛。啊，为甚趁钱就是你老板，不是我？为甚物我逐工做甲要死要活，你他妈翘脚垫吹钱不分？啊，头家吼伊嘛足巧哦，伊做头家嘛不是讲一两工的代志哦。伊嘛叫伊起来，讲好无要紧，我绝对袂甲你洗头路。你大人吼，我手囥啊只会变。你大人为你的砖头，你的拳头较大对无吼？你甲拍落去无要紧，你甲站嘛无要紧。我讲头家，你哪会使讲我叫你站？啊你敢袂听？你就甲我站落去就好。啊，当伊要甲拍落去迄阵吼，伊就啦拍落去后，爱就紧，伊个老板就紧甲手揪你来。爱去拍落边，安尼大家就知影了解无？啊，人这个思考的方法，啊，你这个思考的方法，爱、啊、当你嘛，你就一想你家己的方法，啊，所以你就无搁较好的方法改变你家己啊。
恁老板拢不断的脑筋每工拢在动呢，啊你讲安尼做工的普通思想呢，啊你要唔忙讲我要赚大钱，我要过什么高位吼？所以大家爱行动，你要行动，你不如行动爱行出来。大家以撒人无？爱迪生对不？哦，他这一辈子是发明两三千哦，他伊的迄个美国都要侵华迄个专利哦，啊，搁咧外国搁其他所在要侵五行两三千的专利呢。啊，爱迪生到底是虾米人？为啥伊会生安尼？其实爱迪生哦，为细汉开始，伊虾米拢爱问嘿，啊，老师会问这话呢，啊，因为拢真爱闭关，拢讲伊调皮蛋。啊，结果伊就学校容不得他嘛，叫伊妈妈甲伊带转去。伊妈妈就遮有爱心的。嘛，较有迄个耐心来为头尾解决。啊，虽然伊做一挂实验拢失败，吼，得共火车做人个实验，结果共火车呢烧起来，啊，就要甲送去迄个处罚嘛。啊，但是伊妈妈佫心内想讲，你赶快，伊无打给伊，伊赶快，我甲鼓励到爱迪生伊今仔日即个成就，你知无？啊，什么到底是创意？创意就是突然很新的，像一个电波。啊，你脚身上很多杂事杂物啊，它会影响你的电波。它没有让你让脑筋冷静去思考。所以为什么有些作家哦，他的创造力会因为环境太嘈杂，没办法补出来了。比如爱去什么轻松啊，啦啦，还是讲要爱去安静的什么小屋啊，去想，伊就是要去悟一个顿悟，全神贯注。伊个想法，啊，甲伊周遭个互动，伊都有迄个 idea 出来啊。好，这是我要讲个，大家听吼。你不要自己的外物太多，把自己的心灵跟你的脑筋很沉静。那到底你自己脑筋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爱迪生是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好，每天都潜藏着啊，怎么去把潜藏的东西去开发出来？我们这影片看一下。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爱迪生哦，因为小时候生下来就很爱问问题啊，简单的数学也要问啊，他还会问说为什么啦。Thomas Edison is no doubt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ntor. 他用简单的卡通。He only went to school for 3 months. Instead, his mom taught him everything he needed to know. 他会再问多，那为什么等于四哦？He sold his first invention when he was just a teenager. 发明东，发明西啦，就有很多 idea. He kept getting so many new ideas for inventions that he simply had to open his own little invention shop in Menlo Park, New Jersey, USA. 那时候是没有电哦，那个就是蜡烛在过生活。他说为什么都在用蜡烛？他以为觉得奇怪，这个声音。Edison hired a lot of smart people to help him with his invention. 他有很多朋友周遭帮助他啦。那跟他互动，他有很多新的东西。Turned out one invention after another. 哦，像这种声音啦，还有很多嘛。他有想说，这些声音我可不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储存起来，然后放给他的周遭朋友听，或是大家听呢 ？In his lifetime, he patented.Nearly 1,100 inventions. One of his major inventions was the phonograph. Thomas Edison, the world's first recording artist. 是他发明的有声机哦。Without his invention, what about your iPod? 告诉你，你现在拥有了这样随身听、可以唾手可得的，你知道人家是花了多少脑筋跟他的创造力形成这样的成就？还有这个也是一样录影。But his greatest idea was the electrical light bulb. 他是因为有很多蜡烛嘛，他就有这个 idea. After numerous tests, he finally succeeded.His light bulb burned for 13 and a half hours. A few years later, electricity replaced gas lights in city after city. 就是因为他就这样思考 Thomas Edison had made planet Earth a better and brighter place. 把它变形，真的不断去做实验。然后你看，来，我们切断。
那吼，我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现在脑筋里面有没有浮出来？你怎么你想要得到？你要想要，哎，让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更好的一些制度跟想法，有没有那个创意？好，我要说明一下，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吼，都是会录起来，然后会在网录。好，啊，让我们尽量吼保持这个教室那个聆听的品质啦吼。啊，那边翕相的吼。可以不要出声音这样啊，不要啊，听电话也不要影响到大家。拍谁哈？好，阿爹，我懂着，我有主要想要你哈。你就是有一个苗在你的脑筋里面，你就开始建筑自己的思维。你想法是下面，嘿，阿爹被铺出来，连串起来，点线面连串起来，阿、啊、就开始去策划，去下画脉下出来。啊，下出来有讲好与歹的，你嘛要甲考虑有啥问题哦、喔。啊，你嘛要。说出来哦，还、啊、有配套措施哦，你慢慢去想，啊，去检视，啊，你就创造出来了。再讲起工，你一定在设计你的菜单，你的菜肴是什么？你要加多少的那个味素啊、酱油啊，或者什么料哦？你开始在想啊，对不？哎，想出来，哎，你把那火候够不够？啊，要那去炒菜，啊，你就开始炒几行菜嘛。哎，赶快登记看工，哎，哪边有缺失，哪边需要改善？哎，这个菜会收咸吗？哦，今天。敢那炒伤烂，啊，是毋过转去，搁改善，啊，愈改愈好，你就创造一个非常棒的迄个一道那个菜肴，哎、欸，这个也可以赚钱哦。我这一做一个比喻，哦，你要从事餐饮业都是这样子，很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很棒的一个甜点也好，好、哦，或是说他的厨艺东西安尼创作出来哈。创、哦、意是什么？让你耳目一新，而且。让你就地就可以选择拿得到的东西，你看嘛，人这种简单的，大概好在一个平常的生活里面，这种素材都很简单的，但是你有创意把它架构起来不？好，人干嘛讲哦哦，真不看到呢，哦，这新的这趣味的呢，让你耳目一新，创意使你耳目一新，过来，创意让你充满乐趣，让我把这个影片。放出来，大家知影吼。你有啥物好诶？迄个制度啊，法案，你可以改变人的生活，让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一般嘛，你看这电梯，大家一定都是行电梯的嘛，哇，手扶梯嘛，这少的人想要行这个楼梯啦。因为一般大众的习惯都是安尼，啊，用这个创作循环，要来测验人性。阿伯来知道，因那些达到他们的生活品质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因就开始把这个楼梯哦，做一个刚迄个什么，迄个钢琴内面哦，你打落有出声吼。哎、欸，我来夹看卖哦，这个人夹落来有声音的。哎、欸，今麦变成这个电扶梯煞无人要爬去哦。想一想，从这个点去想，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创造的一个点，能够改变我们台湾人美好的生活那个节奏？我、哦、那个比例显现出来就是，哎、欸，你看大家都大部分万一要去行这个楼梯啊，他们都有展现笑容，你有看到无？我嘛才想要去打看卖呢，对不？你的生活就是安尼啦，你的创意就是在改变生活，是不是？好，安尼的意思啊，创意充满了乐趣。过来，大家看嘛，创意也有一个想象跟发明呢。哎，你敢讲哆啦 A 梦迄个裤袋啊，迄个四方形的裤袋啊，哎。敢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内面拢摕出来物件拢遮新颖的呢，啊，遮趣味的呢，啊，是咪？咱个生活嘛会使安尼，有哦。你们脑筋就是四方的脑袋，你要摕出来无？人哆啦 A 梦摕出来，你也要摕出来无？遮侪种的哦，两三千种哦。啊，过来，当然想讲哦，在我脑海当中啦，哦，拢有想讲啊，我回到过去啦，我看袂使看我，可能30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哦。朱蜻蜓嘞，啊，
安尼倒的我会使背呢。啊，过来，这个秘密更加趣味啊！我第当阮家的啊，从一个这个门，我就来台湾民政，我就免坐客运车来啊，对不？你感觉这有可能无？当然嘛有，因为你当你也徛个旧时期、旧时代、旧思想，你也感觉这无可能。譬如讲，地球是圆的啊！啊，在迄个神权的时代，哪会使跟你讲地球是圆的？绝对好，你家己给北极，给你凌迟，给北极爱个抬死，还是讲个凌迟对不？但是地球就真的是圆的啊！你讲这看起来无可能，你得看你要哪创作。你有可能科学，还是讲你要发明这神奇的一些什么？戒指也好啦，传递物质也好，你有办法可以做得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就恭维别再恭喜了是啊。哦，你看嘛，伊毛一个一些类似空气箱，我今天是个整一个的，他就有一些想象的创造力，都给大家都给实验出来，而且做成玩具，工业还可以用。这个就是一个思想想象力，找到这个点之后，再把它，我刚刚说嘛，构思对不对 ？Open 嘛，构思掉，哎，你有没有有创造，把它连接起来啊，变成你的东西？吼、哦，阿公创意是什么？来，创意可以改变生活。来，我们按下去看一下哦。你不但改变生活，当然也创造经济价值了。科技十大发明 ，CNN 站改变生活。吊挂重物就能发电点亮灯泡的装置，还有在滚动过程就能蓄电的。你有没有创造那个点、那个 idea 出来？那你把它做，还能连接网络资源的 Google 眼镜，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人类的未来。选出近年来让人们生活更简易的十项科技新发明，这些发明都是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像是能源不足或是帮忙节约能源、节省开销。第一名的是美国加州公司第二势力研发的白眼巨人二型，它是假视网膜系统，眼镜上的摄影机将影像转换成微弱的电波，回传到患者视网膜上的晶片，帮助视力受损的人恢复部分功能性的视觉。To go to the door, you can scan and pick up where the door frame is.不过这个系统还没有量产，一副要价约426万元台币。第二名的是亚特拉斯仿人机器人，由美国现在机器人蛮热门哦，很多国家都在做、哦。它不但不会因为日本也有做出来一些成果，甚至还可以计算高度、往低处跳。不过目前仍在研发中，最终也不会量产上市。但预计可以深入灾区急救，协助清理或运送物资。第三名的发明是 Automatic 智慧开车助理装置。只要装在车上，透过蓝牙对应手机 APP， 就可以按照开车习惯教你如何省油，提醒你停车的位置，监控车况，并在事故发生时通知家人帮忙报警。但目前只在美国销售，要价约2960元台币。第四名的影像弹回探险器是一颗橡胶球，里面有6个相机、WiFi、感应器，还有可以传音的麦克风。丢进战场或火场探测状况，可以回传影像，降低第一线人员的危险。哦，变得进步啊呢！第五名是配合 3D 列印推出的桌上型 3D 扫描机，可以在12分钟内取得直径20公分物体的数位档，再由 3D 印表机列印。一台目前要价超过4万元台币。排名第十的则是用石墨烯材料附着在珐琅质上的牙齿刺青，可以监测口腔内细菌，还有蛀牙。会使探测你口腔内边细菌吗？你觉得谁最厉害呢？哦，这只厉害呢。好，提供给大家这款影片，提供给大家参考。你有想要创作的迄个思考吼，啊，甲写一个迄个 paper， 啊，无去做实验，啊，对咱台湾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吼。譬如讲，你学医的，啊，你有讲会使想讲。啊，我要安那一个医学的技术哦，癌症的人要用什么药啊？会使让免除这么癌症之苦？好、哦，在医学上、在工业上、商业上都可以哈、哦。啊，今嘛要讲第二个，就第二个主题啦。提案制度到底要怎么训练哦？大家拢真好笑的，啊，这要出啊，拢有当训练啊，何况是人诶？啊，有人有好人。半门规划啦，讲你训练伊简单，你好加嘛。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奖赏嘛，你训练他啊，给他一个奖赏。我讲啊，你会说啊，我没被奖赏啊，我要怎么被训练？其实哦，是你自己的动机，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真正要奖赏的，并不是你要透过外面
的人给你优厚的哦的一个条件，你才要去创造自己、栽培自己。你本身自己就是该奖赏自己，因为你有这个动机，你对未来有期许，你不是事在人为，你不是说环境要造成你怎样，其实你是要去创造环境成为怎样。你不要说哦，我没有奖赏，我就都不做。哦，你们说啊，小孩子不念书，你说啊，你一百分，我妈妈就给你什么，就给你5000块、1000块、100块。啊，讲没有这些，难道他自己不能努力吗？你是要告知他怎么样去寻求一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方法，不是说用这种被动的，我去奖赏小孩，他就会达到你的一个愿望了。你还要了解小孩也自立他的接受的能力。我来讲一个笑话啦，啊，小英啦，伊都考50分对不？啊，伊都妈妈都问伊讲，啊，恁来考50分啦？啊，你看恁哥哥拢考100分呢？啊，因那小英啊，跟妈妈讲，哎，妈妈，你大概拢讲哥哥话好，然后拢甲讲话歹啊歹，但是你不讲一句话呢，我哪有哥哥一半就好啊？啊，所以哥哥考100分，我考哥哥50分，我哪有写唔对？这是一个笑话。我问大家嘛，你手指头伸出来，你就不同手指头就不一样长短嘛。啊，你囝生较贤读册的囝，啊，你有才调，你阁生第二个囝，甲伊同款啊。伊通个考100分啊，你乃讲你第二个囝要甲第一个囝同款，就老师也是一样啊。他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嘛，家庭背景也不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他要达到什么程度，你只能够了解他，帮助他，教育他，然后告诉他方法。而不是要他都要100分，你知道吗？每个人都100分都很可怕呢。他生活不会自理耶，他追求就是100分。那倘若今天他考了99分，你觉得他会不会跳楼？他觉得他会没有面子活下去。我竟然没有考到100分，所以你看那个高知识分子很多自杀的，他出了社会他都不知道他要干嘛耶，他不会做耶，那自杀的很多。像我看到都很优秀哦，20来岁的那种。这亲手面的啊，啊，搁这引导的啊，结果拢精神分裂症啊，我感觉这可惜的。我自己在医疗界，我有看过这样的 case 啊，所以说这种教育是很重要了。我们有适当的给小朋友教育，适当的奖赏是 OK， 但是你要了解小孩，就如同你养这个宠物，你也要了解他需求什么，你才能够去训练他了。哦，这东西哦，他可以经过很多训练嘛，哇，还可以什么？袜子丢在这个他坐的是洗衣机里面，这样还有很多很多了，还可以在水里去拿球了，他有本事可以做这种训练哦。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想法哦，这个是跟大家一个测验嘛，这个汉语就叫心血啦，这个日语我不太会念啊，这是 coffee 咖啡嘛哈，啊这是 camera 嘛哈，啊这 tissue 嘛 ，tissue 是笔记本嘛，啊。电话一样嘛，都电话嘛，啊就 taxi， 就是计程车嘛，啊这温泉，啊这搞啥呐？好，我代表大家讲吼，你要甲记起来，背记起来，啊，搁甲记讲，这个是这个，二是 coffee， 三是这个看没啦？好，好你记起来。啊，等，哎，今毛你看见吼？我看你十秒钟，就等你甲我讲，你会晓偌济？我等一下会公布答案啦，有怎么样会帮助你记起来？好。那我就下一章了哦。好，我们一般的思考是怎么样思考？你会不会往坏处方面想？你往坏处方面想，你就是把你的这个思考的逻辑是往下面的，往地底下钻哦，就去弄了裤卡，弄了表，你有在条你的想法，敢那解开螺丝给你绑在安尼的不？你有在条个你的想法，海阔天空不？所以你看代志的方面，是你。看了多几方面，你想看嘛？你是多几种的人？啊，过来，放射性的思考，你填鸭式的，我得叫你要考100分嘛，你哪给他考99分？你都叫你去背书嘛，你没有让他告诉他我怎么去从我里面书本上的知识，我去了解他，尽我了解他，我就记得他嘛，记得他之后，我还可以创造出来新的东西，为我的思想嘛。对不对？放射性的思考，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大家看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出来。来，这个再按下去，就你对小孩的教育，你够了解你小孩吗？
他会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我们一般的人想都会有问题，可是当你发正 key point 重点在哪边的时候，你会恍然一惊，原来是我不够了解小孩。那个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要画那个黑色的东西啦，啊，你会觉得那黑色的好像代表黑暗的。我刚刚看我也觉得代表黑暗，但是你有没有在另外角度看到他不同的表现？你看了医生嘛是继续画。主的人就对这细胞就惊呀，讲这囡仔爸唔知变哪样。小孩子有他的天分。他小小年纪就知道怎么拼法嘞。那你什么想法？所以我跟你讲吼，咱的想法卖加一种尔，爱只侪种的去思考，无同款的角度去思考，啊，卖讲去予别人影响着。好，人要跟你要跟你，你影响是讲你家己爱判断，这个是事实还是真的？好，啊，你中华民国体制内面，伊拢跟你讲这是真的，啊，你敢有跳脱去想真的、真正真的物件？好，我今嘛要来讲心智图啦。那心智图就是讲吼，模仿那个脑，就是脑间的神经元嘛，放射，它还可以再延伸，吼、哦，啊，这种为什么给他打一个这个叉叉？伊就是讲，一到家就转去啊，一想到家就转去啊，啊，人迄放射性的迄个思考就是，佮想到家佮会再弹出去，哦，这到底是啥？这才好用诶。譬如讲吼、哦，我即马讲一个。就是跟那个跟文的那个方法啦，但是这也是应该就是这样跟大家讲说，大家才会清楚啦。你有一个主题在中啊，你有十个关键，不止 有可能更多啊，也有可能只有四个五个啊，看你的主题是什么啊，你在这个主题里面再延伸过去它的相关啊，相关还有分类，我们来看一个类嘛，这中心主题嘛，啊，这是主干，弄的边啊，这主干，啊，这有枝干，还有种类，啊，按照你关键联想是什么，啊，再把它归纳出来，哈、哦，你就使用关键字嘛，啊，这老师讲来，这哈、哦，这个主干哦，叫做那个 brain ball， 啊，那这个放射出去的这些东西哈、哦，这个叫做 brain flow， 啊，让先来讲。这个主干吼，譬如讲，我今麦要来去看山啦吼，啊，你会想到啥？你会想到哦，山一定有小火车啊，哎，我会看日出啊，哎，这附近这是在嘉义啊，那有嘉义的那个鸡肉饭嘛，啊，你个看这个主题啥呢？吼，啊，了阵你也要去嘉义要吃鸡肉饭，你也就讲啊，无伊个路线伫倒。啊，安那行公车路线，啊，开偌侪钱？你都安尼去想，吼、哦？啊，遮啊有云海，我要去多看云海，多一个迄个嘛是同款嘛，多一个所在啊日出。啊，这吼、哦、是 brain flow 对不对？啊 ，brain flow 佮弹出去，吼、哦，伊即嘛是讲即个嘛，伊即个 brain flow， 啊，即个佮弹出去的。比如讲我对椅子的想法嘛。这个假装做这是椅子啦，啊，这样变成是嘞，迄个椅啊嘛。啊，我想到椅啊是会想到啥？椅啊都会想到桌顶啊，啊，桌顶食饭啊，餐厅啊，啊，个一直想落去啊。这个放射性去思考，你讲唔敢讲，我想到迄个椅啊尔。你即马坐迄个椅啊，你会想讲我桌顶有物件嘛？啊，桌顶有物件，你讲啊，我搁有目镜嘛？哎、欸，啊，即有一个江苏，我咧听江苏讲话嘛？哎、欸，啊，即、這个大家，你落大家迄个同学对无？啊！一直想落去，想落去，你唔敢讲你想安尼尔，你还会去想遮侪物件，啊！就计划就出来。譬如讲，我即个旅行吼，
这个旅行当作主题。哎啊，我就是讲，这个次要的这个主干是啥？这个是要我安那准备？啊，我爱保险，我当然爱保险哦。啊，行程要哪安排？哎，啊，地点伫倒？啊，时间呢？啊，你是不是这个不能蹦嘛？啊，这个不能 flow 嘛？爱搁想去安排，要哪安排？时间要哪安排？地点伫倒？啊，你行程要哪？要安那来计划？哎、欸、啊！我来想讲，我要去几天啊？啊，交通呢？住伫倒啊？啊，我景点伫倒啊？哎、欸，搁拖出去？哎、欸，我交通有这三种呢？火车还是我要爱坐公车，还是要安怎准吗？等等对不？讲你拖出去，拖出去，这就是让你搁较侪空间去想。这是一个例吼，咱过来看一个例。比如讲，我即马讲的这个心智图，会当安那伊的主干，伊拢会使安尼，会使做笔记，嘛会使做一种回忆。我在想，我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哦，还是跟我上台报告，现在上台报告，我开会，我要做未来的这个心智图运用的发展一条，一道对不？啊，你搁个拖出去，这个就是 flow， 那个 brain flow， 啊，这 brain flow 嘛，啊，这个一直想想想想，啊，做一个整合嘛，吼、哦，啊，譬如讲，伊这看就是修算嘛，伊的主题是修算嘛，啊，伊这关键的你看嘛。角色场景啊，这个主这个主题，这个语言目的啥？哎、啊，你搁个拖出去嘛？吼、哦，伊这分类嘛，对不？放出去了，啊，搁个讲啊，这是内容是啥嘛？一行一行甲你讲嘛，讲了后啊，搁拖出去，哎、啊，这是历史的啥？啊，来做一个迄个归纳甲整合，对不对？吼、哦，啊，然后我的企业组织内边对不？哎、欸，这是我组织管理的某某部门。哦，譬如讲，你也要接一个课，啊，你一个某部门，你是不是爱怎样？伊要安那运作？你也买使用心智图来看，就甲画一个，计划一个。哎、欸，我一定要有人嘛。嘿，啊，我这个做代志的流程伫多嘛？啊，专案活动伫多，要办啥物活动？啊个啊，你做还有绩效啊？啊，过来，哎、啊，你做这行，这个运作了，啊，你还有一个价值的评估嘛？对不？吼、哦。这就是安尼，创业思考也可以从这边来做整理啦。啊，这吼，这是我啦，我自己的健康管理。好、哦，我才这个吼、哦，已经在一两年前，我自己用软体做的，抽啊走呢。这个还有更细的软体，我使用大纲跟大家讲嘛。譬如讲，我肩膀巴肚疼，啊，我就巴肚疼没安怎？你有几个关键，吼、哦？你这个关键哈、哦，这个就用同样的颜色，它还可以用画画，用颜色呈现。哎、欸，我不做疼，我也是去做检查，啊，我来做治疗啊，啊，看有另类条疗法无？啊，是讲啊，我是买为我的生活作息来改变，啊，是讲啊，我症状像安怎对不？这是不是一个主题了？这几个迄个关键就是主干嘛？啊，就枝干它拖出去。我治疗要哪治疗？啊，食药啊，我是开刀嘛？你都家己这个建构，这个健康管理嘛，是用心智图来做一个整理。吼、哦，啊，这个记忆树吼，啊，跟心智图吼差不多关系，它也是用一个树木把它呈现吼，树、哦、枝嘛，还有树根吼、哦。我们看一个，吼、哦，应该某个学生做的嘛，他以世界一家作为主题嘛，啊，做，哎、欸，他有想到联合国。哎、欸，他也有想到什么红十字会哦，还有想到什么饥饿什么，吼，他就把这个主干弄出来嘛。啊在，在、欸、哎，我想到红十字会，我想到什么？然后这个在饥饿三十，我想到什么？我拖出去，伊就一个想想想，我怎么样让世界成为一家？哎，然后把它写出来，用这种记忆术的方式，这也是心智图的一种哈。吼，啊，这个吼。我先讲这个图啦，就是法国大革命，他也把这个重点写出来嘛，然后再推出去，啊，你会觉得说人权宣言是什么？慢推出去，哎呦，他有世界的立法的议会啊，什么什么，你就会把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哦、喔、就记起来了。我们刚刚公布刚刚的答案、喔、有八个嘛，记忆嘛 ，the keyword 对不？我们看这个影片。タクシー。それだと9番目だな。え？芥山先生全部覚えられたの？
会行是安那记的哈。我记起来第七个是温泉。哪那边没有温泉的啦？第六是迄个高山那个。まあバラバラの単語を覚え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一家人安那记的。ですから特別講師の先生方皆さん。讲起了高速。こう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八个关键词。例えば。伊野先生と生徒6人が新潟に旅行した。電車の中で伊野先生のおごりでコーヒーを飲んだ。駅に到着すると一郎君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その後で手帳を見ながら宿に電話をして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着いたら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先に猿が入っていた。というように、哎、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ね。你讲有一个故事。なるほど。今度数と覚えられたかも。何かを覚えるとき、言葉を無理に詰め込むのは苦痛ですからね。英単語も何かを関連付けして、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覚えやすい。但是你无去想，你又记袂起来。そう。そこで登場するのが。不会维持很久的。メモリーツリーだ。好像他讲法国大革命，一个中心的主题出现。ここに一本の木がある。最も重要なことからは、旁边你看嘛，都有它的主干嘛，它的关键。それに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ことから。它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成，因为跟その際你关键可以用一样的颜色。絵を描いたり色を塗ったりして強調する。那你旁边，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那个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ーを作ってみる。Brain Flow， 你就可以用很多颜色表达。哦，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很容易都记起来了？这个是用电脑画的，刚刚那个，这个是他用手画的。なんか落書きみたいだね。看，刚刚涂鸦哦。落書きであるから。我告诉你，那个影像、颜色是让你透过你脑筋更好的记忆。左右脳をフルに使って記憶ができる。つまり絵の印象中。我刚刚讲左右脑嘛。左脳で思い出せなくても、右脳で思い出せる可能性がある。左脳、右脳？できたメモリーツリーはみんなで交換する。そうすると。就是读书绝对不是在背诵，是在了解。你也是跟你讲迄个咱新台湾人轮买，有在钓竿做一个心智图出来。啊，无你要讲内面一个单元，做一个心智图出来，真好记的。好，咱讲这个切灯吼。啊，你大家有了解无？这个心智图的用法真好用诶。吼，这好好无教我诶，这我家己去买书来看诶。啊，但是我甲大家讲吼，我嘛无偌敖，因为我即马过咧学习，我只甲大家分享出来尔。好，我搞到讲 thinking 嘛，学习嘛是 learning， 也是正在进行，不是说我现在就算了哦，都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好，我们来讲鱼骨图哦，鱼骨图的意思是讲吼，发生的代志，我们来做检讨啦，吼，问题发生，啊，这分析原因嘛，这有类似那个心智图嘛，有分析原因、次原因，安尼表达出来，啊，够让衍生很多啦。根本分析啊 ，PTCA 这阿伯，哪个有时间讲我大家听啊？这个专业，啊，哪讲我已经被预测结果啦，吼，原因在哪？原因嘛，在这里嘛，你要预测可能的结果啦，啊，譬如讲，可能吼，我那个前几年哦，都发生火灾嘛，尤其是在医院发生火灾，啊，你咧开刀房发生火灾，咩喏？啊，我等咧开刀呢，啊，我病人多阿只呢，啊，咩喏？我是要救我家己来救病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火灾？当然，它是已经发生了，去检讨，这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讲另外一事，你有可能在哪个地方会发生火灾？你先把原因找出来，避免火灾。可是我一讲嘛，一个是发生了嘛，探究原因以后就不要再发生了；一个是还没发生，我怎么把原因找出来，让它不要发生？这个有。思效模式跟效应分析，这一套很专业的东西，我嘛得哦，这假派哦，这过来过去的下面，哎，观察他，然后是正正负负还是负负正正，但是这是较好的工具，然后这个鱼骨图这样的方式是让你比较简单的去发现原因，然后改善它。啊，这个预应式哎，这就比较专业了，吼。啊，这就是 problem 嘛，就是。产生问题嘛，我即马是咧讲已经发生啊啦吼，啊，落去看是人的问题咧，还是讲你作业多定答嘛 ，procedure， 还是环境伫多，还是你用的材料咧啊吼，啊，搁其他迄、那个，这是环境啦，然后即个看一个什么元素，吼，啊，管理方法咧，吼，
我这普世有大家知呢。啊，今仔要来讲药物的方面，譬如讲药啊，奈摕唔到，吼，啊，你去改善到底为虾米？你就这个是主要关键对不？啊，主要关键，佮有次要有延伸出来，次要又有次要，哎，有一些小议题次原因，阿咩啊那个找出来，吼，我是咧我咧对药啊时阵，我是安那病人奈摕唔到药袋啊，还是倒无倒唔到？啊，药袋啊是内面伊名拍唔到吗？还是药啊内面装的唔是伊的药啊？哦，是别人的药啊？啊，是安那没有核对出来？吼，啊，这个机制做一个检讨，是不是降低药物可能发生的错误，对不？吼，啊，因为即卖已经两点嘛，若要讲要暂时要休困，还是变数，大家会使自由啊。但是我还阁继续讲落去，即卖是两点半吼，大家放轻松吼。啊，一节鱼骨图嘛，使用这种哎，敢若鱼啊的这个。关系吼，啊来讲，这个污染程度到哪里，伊有分级嘛？哦，你看，人这用安尼来用，哦，所以鱼骨图是较好用的啦，吼、哦，这是一个迄个管理的工具之一吼、哦。我甲拄仔讲，安尼我讲较侪迄个创作的想法，啊加迄个你的思想，敢袂使讲，不如安尼敢若大海安尼放出去，啊你甲收回来啊，啊要安那收回来？你要给铺出来对不？架构起来，变成你的制度嘛，你要给下出来嘛。我搞多少讲嘛，你点子嘛，就是你的 idea 嘛，就是食材对不？啊，我要咱那个调理嘛，欠芳对不？对不？啊，要爱下偌济油啊，还是什么咸汁安怎对不？啊，就炒菜，炒起来无好吃，啊，要安怎？搁登去改善嘛，赶快让提案的制度也一样嘛。咱来讲嘛，啊，我有一个这个想法对吧？吼，我规划还有提案嘛，啊，你研究分析一定要有报告嘛，你研究分析也是可行性在哪里，对不对？啊，伊的问题伫倒呢？还是要把问题呀、啊，问题也要排除啊，配套措施对不？啊，你都要形成报告啊，做简报。啊，这个简报有五分钟了，我还是因为现在有时间，我放给大家看简报有五大意，诶、欸，那个 people。让大家知道、啊、我你看我刚才从头到尾说起来，你可以评估我有没有符合里面简报的一个方式、哦、按把它按一下，我让他了解、哦、当你要呈现一个你的 idea 的被大家了解、哦啊、需要重视的五个部分是什么、哦嗯、大家去思考一下，你也不说Presentations are a powerful communication medium. For more than 20 years, Duarte has developed presentations to launch products, align employees, increase company value, and propel global causes. Along the way, we have discovered five simple rules for creating world-changing presentations. The first rule is, treat your audience as king.Your audience deserves to be treated like royalty. Design a presentation that meets their needs and not just yours. Audiences want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for them, why they should adopt your view, and what are the steps they need to follow to take action. Give them those things in a clear, easily understandable way, and you will undoubtedly find favor with the king. The second rule is,Spread ideas and move people. Your audience didn't show up to read your 60-page on-screen dissertation. They are there to see you, to be inspired by your message and witness the quality of your thought. You are not giving your presentation to have another meeting. You are there to convey meaning. So consider including imagery that powerfully illustrates your point.生动活泼、哦、Sometimes moving images can inspire in a way that static slides cannot. A sequential build adds a sense of suspense. And a thought-provoking video moves your audience in a way that can not only change minds, but hearts. The next rule is, help them see what you're saying.Half of the people in your audience are verbal thinkers, and the other half are visual. Combining minimal text with meaningful visuals means that you will reach everyone.
哦、图片 Brainstorm graphics 展示我的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your message and then replace those words with a picture, a chart, or a diagram. Then apply a consistent treatment to your graphics to give your whole presentation a unified look so that your audience is attracted to rather than distracted from your message. Rule number 4. Practice design, not decoration. As tempting as it is to fill your slides with stuff, often de-decorating is the best policy. Any writer or designer will tell you that 90%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s destructive. Do you have one main point? Consider putting just one word on the slide by itself. You want them to remember a few items? Then don't show everything at once. Instead, show one item at a time. Do you have a picture that accurately expresses your idea? Scale that picture so it fills the slide. Do you know a quote that says it all? Then let it say it and remove everything else. The last rule is, cultivate healthy relationships with your slides and your audience. Letting go is hard, we know, but don't hide behind your slides. Breaking your dependence on your slides can do a world of good for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dience. Reduce the amount of text to just a few words and put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otes and then practice. Thinking of your slides as digital scenery allows you to connect eye to eye with your audience in a meaningful way. So, those are the rules, but the question remains, why go to all this trouble? Why not do it the way you're used to? The answer is simple. Because everyone else does it that way too, and you need to stand apart and be different. When you apply these rules and keep the audience's needs top of mind, your presentation will not only hold their attention, but also change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you're part of the world. 好，咱台湾搁较好安尼。啊，重点已经讲完了吼。安尼大家应该知我意思嘛吼。所以咱后尾提出一个企划哦，伊这嘛是用心智图，诶，基本的程序伫倒，诶，你要有构思啊，吼，构思描绘，啊，你的目标啥？啊，过来，啊，你的对象嘞？对象是什么？你现在要改革的提出的方案，你的对象是什么？交通是交通，吼，医药方面是医药方面，啊，是什么样？细节是啥？啊，你的进度，吼，啊，你内容是啥？爱改善还是啥？这拢爱提出来。这只是一个大纲，让大家了解了，吼。这个还要经过很多比较，更细致的来跟大家教育训练呢，吼。啊，这个是我在我的单位里面，我在我那时候在急诊药局，我提出来对于药盒的整理嘛，因为有时候药品要分类，吼，抗生素。然后管制药、糖尿病，这样他把它规划好，重新建制啊？怎么做？我是边做边把这个报告写出来的，吼、哦、啊！倘若你能够刚开始就把它设计好，又有人员帮你架构啊，因为这从头到尾我一个人做了啊，只是旁边的人我叫他帮忙我移一下啊，所以我是边做边把这个写出来的，吼、哦！能的话，你先把它提出来，然后大家再检核好，再一起大家做一个团体的力量来做，吼、哦。哦，规划方案检视，吼、哦，搁登去看卖，这都有那爱搁改善无？好、哦，咱来政策来政策怎么步骤、啊、来执行，执行有什么瑕疵再来追踪讨论。那已经定好了，你要有一个规范。嘿，这个跟大家分享哈、哦。啊，这我们希望以后哈、哦，在我们台湾民政府哦这个整个体制里面啊，半毛界的员工提案。你一个优质的一个想法，把它提案出来。小字说哦，安那也是个抠卡，而且汤阿蒙切个前提，你有什么方案？大字说哦，你要把什么公务的体系变得更有效率，哎、欸，你也提出来，这个都是哦。这个提案制度不分大小，是你有没有我刚刚说的耳目一新，有没有使我们的生活更进步、更便利？改变你的生活、哦、好，我现在进入第三个主题，就是媒体的把戏啊。大家思考一下，你为你生出来到现在你都受了什么教育？那学校教育吗？中国思想啊，不然就是被媒体教育了。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我们看等一下嘛，看
就在看这个，看大家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哈、哦，这也是观察力，也是判断力哦。这个不是影片，这个是一个迷惑大家的一个幻术哈。好、哦哦，来你看着它嘛哈、哦。来，这边有六张牌啦啊，知道的人哦，先不要说哈、哦，先不要拆穿。这总共有六张牌，有三个数字嘛，对。好，来大家看一下，我一定会把你选一张，我会把你的那一张哦拿掉。每个人都一样把它拿掉。好，你们心中拿掉一张哈，看一下，再记一下哦。啊，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哈。好，他可能有幻术哈，啊，把你那一张变不见这样。好，还在吗？哈，那一张还在哈。哦，有没有把它变不见了？有没有把你身上那张牌变不见了？为什么会变不见？有没有人告诉？答案在哪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不同的花样，对不？答对了，你不要被数字迷惑了。你不要数字一样嘛，你会觉得哎，我重视数字，你就没有去看到也花样出在哪里。大家都怎样嘛？扑克牌就有四个花样啊，它就移花接木嘛。大家来看嘛，咱先来看这个七是心嘛。啊，以后你看是另外这个七是迄、那个。这个是什么？梅花，对不？啊是，安尼移花接木啊，媒体也是惯用这种移花接木嘞。安尼移花接木，我来先来检讨这个啦。六张牌就全部拿掉了，换来跟它很像的六张牌嘛，就是不同花样嘛。啊，我再少一张就好啦。那、啊、当然就不见啦。啊，这是心理战术呢，好，你看表面的啊，重点吼，你拢无甲看好清楚。啊、所以这种魔术啦，娱乐是还好啦，就是不要用这种心态哈、喔、啊去骗人呐、啊，啊骗人就造就很多笨蛋啊，都一直在被骗嘛。啊，我们都是不是被骗？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里面那些教育被骗。哦，我现在发现更多呢，因为你那中国的历史吼，哇，真的都是谎言呢。你越挖就越多，你很可怕。他教育我们都是假的，你好可怕，你知道吗？我们以前都在读什么《马关条约》，在读什么以那些咩十次革命什么，还、啊、有什么孙中山是国父，其实内部都不是像你讲教科书叫你背这么简单呢。那个都是被造出来的，你知道里面有多大的这种骗在里面哦，骗术。你看让媒体是不是讲八卦，现在吼、哦，媒体最爱报谁，对不对？他把你的想法引到科批，对不对？啊，当然了，科批它里面有些东西是建设一些想法，是可以提供参考。但是我希望是跳出框框里面来看这件事情，不是在框框里面随他的起舞。你怎样吼？咱来看这个嘛 ，media 嘛，你看这个 A B 嘛，看起来刚才这个 A 在抬这个 B， 你看，你看安尼，你甲报安尼尔，你敢报全部？你报全部了就变哎、欸，我受害者呢？我那变加害者，啊，所以媒体就是安尼啦，安尼，啊，你知影嘛？咱搬戏对不？啊，搬戏嘛是搬安尼，前面那内面的物件，一搬戏边仔的物件拢无你看到，你知无？拍戏不是这样吗？他截取片段嘛，哦，怎么会有这种这神奇的拍摄效果？我保罗海奇，我用什么动画？你嘛唔知，所以这是一个手法。伊啦，他在求上帝吼，讲可不可以把台湾媒体吼，该重重的较好安尼啦。啊，你求上帝，拜托，你在他的体制里面，他自己就是上帝了，你怎么去让这个环境里面去做改变？哦，柯P讲一句话很好哦，他说、哦、要解决蓝绿对抗哦，台湾的问题就是要在公理正义哦。啊，你想想看，这句话好像对，对不对？我刚开始听好像也对呢。啊，你觉得他破绽在哪里？他说在，就是解决蓝绿对抗最大的方法就是在公平正义。你觉得他破绽在哪里？有人会晓讲没？啊，你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怎么会有公理？我告诉你，只有法理。台湾民政府的日俗美战，法理才能解决。怎么对抗？根本就没蓝绿，我们就是本土台湾人嘛。其他的人都是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嘛。你说
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你就逃不掉，台湾人就个啊泥条哎，掐住，你公民正义在哪里？我如果很担心柯P他的安全呐、啊。好，让来放一个这个影片哦，大家去省思一下，你有没有随之起舞？你有没有在框框里面，还是在框框外面去思考？这个音乐听起来好振奋哦！总共有九个点，你在这个九个点，你把它串联哈、哦，用四个直线把它串联，你看嘛，你怎么样可以把它串联起来？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四条线就 over 了，没啦，第五条线，告诉大家，跳出框框来想，媒体就用这种方法哦。都无可能吼，拢爱搁第五条呢。你有收到无？你们想四条线可以把它连起来？在考验你哦！我说跳出框框哦，我也被他诱导了。要跳出框框哦！我跟你讲，跳出框框，因为在影片一开始就带领你错误的方式，所以你就错误的思考。你讲你要放弃我，因为你就画不出来啊，因为你在框框里面了。哦，非常振奋！你看到下一个人就是跳出框框啊。三条嘞，三条高高的拢甲连起来嘞，买晒。无问题，三条买单。上讲袂使对无？所以我甲大家讲嘛。媒体就是叫你照框框，咱就咱的想法，咱的思考就是要跳出框框。好，重点就在这里了哈。来，我们就下一张哈。这个哈，就是讲迄个日本媒体在报道因那311嘛哈，那个大海啸啊，多少人救援嘛。啊，你这个 America 嘛，就是144个人，啊，这个看 Russia 就150个，俄罗斯居然那么多人呢、欸？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而且韩国那无半个人，那么民族仇恨有那么深吗？我是讲，够需要安尼？后来是讲哦，啊袂啦，等要来安尼啦，无讲恁讲无半个人啦。啊，你来看台湾28个人呢？啊，你看有国旗无？哎、欸，人家日本媒体已经知道了嘞。他为什么不用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人知道中华民国已经灭国啦，啊，那把一个按上去，啊，人家媒体是据实报道哦。你韩国人阿伯来嘛，嘛是赶快零啊！你今嘛来偌济人嘛？啊，你就是不是国家？啊，来看这个，啊，一个红啊呢？咱台湾人讲啊，我内根不是无国旗呢，啊，我家己来创一个红啊呢？其实啊，那昂啊吼叫做汪洋啦。啊，你讲汪洋在早期的定义是说吼，他那个国家的民族性啦，吼啊汪洋他以前像新埔啊名的啦，啊意思是讲咱台湾人敢那新埔啊名啦，那敢那讲，还我们台湾国际地位现在还没有正常化嘛，敢那新埔啊，啊要等无人敢看过安尼。啊，日本啊，你过来看美国的面色。啊，美国咱即马敢若有啦，有在动啦。但是我希望美国哦，就拜托你尊重阮台湾人哦，本土台湾人。
追求咱台湾人生存的这个尊严吼，我拜托你，较紧的，脚步较紧的吼，莫阁丢丢啊！哦，我做新妇啊，遐久啊，你这可怜的呢，拢叫我糟蹋呢，吼、哦！吼、哦，第四个单元要来讲，你莫来了解中国人，你的血液里面，我们不要讲血液里面啊，那个血液里面东西，那是平埔族、摩洛高沙族嘛，我是讲你的脑筋里面，你有。得到中国的那个文化影响不？有不？你敢说没有吗？我都有嘞。啊，你们有勇气来台湾民政府表示什么？你们要脱胎换骨对不？你把用那种模式，搁继续挖落去，吼，安尼台湾人拢变投机取巧的，大家拢无互相爱护的，我怕你给他诈骗。安尼，这台湾这个生活、这个社会有啥物五盲？你知道吗？有时哈苦，跟希腊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吼、哦，小明目善行哦，伊在去年的三月有来国际班教册吼，啊有一个翻译的，啊我看伊的在迄个网络搁看三四届，啊甲整理出来，吼、哦，伊这个天照大神吼、哦，就是讲吼、哦，日本他们也有他们的神界嘛，啊神界里面们啊。也有三个神界里面，他们也有出来三个儿子啦，吼，三家里啦，吼，三贵子嘛，啊，其中之一叫天照大神，他负责日本的某个地方，啊，这个是大国主席公，伊是建国之神，建一个台，这个日本的国，吼，啊，伊就来个伊问啦，伊建成日本一个国嘛，啊，伊这个天照大神嘛是管理某一区门。啊，伊就来个问嘛，伊是咧个请意嘛，啊，伊就来问讲，你啦，你是用五十哈古，我啦，我管理我的人民嘛，国度哦、喔，用希腊字，请问五十哈古甲希腊字有啥物无共？即个希腊字告知，吼、喔，的给人民有教育，告知提升他们自己，好，你怎样廉耻？让他们知道说知识，让他们知道那管理。初期，那个，咱那个天皇对不？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嘛。那日本那时候来接收台湾，大兴教育，建学校，就是要让你知的权利。因为你爱秀丽嘛，丁秀丽，让你知嘛，要你提升起来啊，你的品质提升起来啊。啊，有时哈苦嘞，就是讲你是我的，你是我的附属物。你是讲我物件地物件，我若要甲弹掉，我甲要打碎，我要甲那个吞打安怎，拢是我欢喜的，因为你是我的物件，对不？我用的物件，吼、哦，得不要另外，我把吃掉弹掉，我欢喜，我的。啊，恁日本天皇就是用。这个教育的方法，伊就是希腊子委托政务官，咱阿拜咱嘛是政务官哦吼，啊，咱要用天皇，把咱爱秀人民的方法，咱爱去教育咱底下体系的人，不是骂他，你没有任何权利去骂人家，因为你骂他等于骂你自己，因为你只能用骂的方法，你不会管嘛。就是讲你要有教育他，同样你也要被教育嘛。教育形成你有能力去教育别人嘛？你要形成一个 team， 然后去教你们下面的人，提升两个人都一起进步，两主管跟底下人都要一起进步。不是讲你进步尔，你比人更高，你一个人高啊，边下人则乱掉，你一个部门拢乱去啊，你一个老一个人高，你忝死，你就变成过劳，过劳结果是怎样？过劳死啊！你没有不那个主管笨的说吼。所有的事情我来做，我最优秀。啊，你能笨傻卡鸟的啦，笨烫的啦。你告你觉得你会把你的单位搞成这样吗？当然你都嘎嘎搞的，好像搞，因替你做代志啊。啊，正经比你较巧，你较醒起来啊。啊，你做幕后推手，这嘛是袂歹的代志啊，对不？你袂使讲你一个搞，你其他做英雄，做英雄的人拢渣渣死的。所以哦，就是下骹手人，你甲抱起来，进步起来。替你做代志，啊，你只要督导就好了。
啊，你为什么要 让他冷起来？所以教育，咱看中国思想，你是我的啊。哎、欸，伊这个名字吼，创立吼，这奇怪，伊甲你这个敢尖，甲你目睭毒，迄目睭连个剁破，你就变青眉嘛，人民嘛就青眉就好啊，你就做青眉菇就好啊。啊，我君王呢，啊，你啊修搞，你就搞变了倒变安怎？啊，我的子孙啊，拜个要接我的迄个皇帝位呢？啊，你安尼这搞掉安尼，搞变了倒安尼，我的子孙啊拜唔是用恶有去，都甲人民吼当作干哪白家啦。啊，无路用的人啦，吞打啦，我欢喜啦，吼、哦、啊，税收啊，重税啦，欢喜变啊怎，都安尼糟蹋啦。你看因那贪官污吏，你一看那个，他们现在中国现在在兴业宫廷戏哦，哎、欸，奇怪，那个不是满人的文化吗？满人的历史吗？啊，你提来讲，你笑死恁家己的文化，恁汉人已经有满化了，啊，你们却要说是满人被我们汉化，是你们汉人被满化。你家看因电视拢咧讲这种的嘛？你有营养的物件无？啊，咱台湾嘛咧缀人咧补，笑死人哦！啊，你敢有家己的思想出来？今日要来讲啥？因为吼、哦，你把人民当作是附属物，不珍惜人民，吞打、重税，或是严刑拷打，或是用好啦，他比较聪明的啦，吼、哦，啊，要做伊乖乖的啦，我就甲你做官嘛，甲你买收嘛。贪官污吏用钱给你买书，啊，不如叫你去信用。哎、欸，你也无信用哦，无尊荣哦，有你都叫天公伯怕死哦，卡死哦。你都用这部的嘛，弄这种宗教啊，不用这种恶势啊，用钱嘛。现在国民党的黑金就是用钱嘛，你很聪明啊，所以台湾很多精英都被收买了，都用钱嘛。现在中国也是用这一套啊。啊，柯P不是说，哎、欸，这个台湾怎么有可能被财团控制，对不对？